虽说现代造型依旧帅气逼人，但在肖战同学的古装扮相，任谁见了不得说一句绝了。 So 继承秦岭庆余年之后，近日肖战现身北京某摄影棚拍摄平面广告时，又穿上了让粉丝心动的古装长袍。当天到达拍摄现场的肖战身穿红色束腰长袍，搭配黑色长款披风，头上还不忘戴着斗笠遮容帽，加强神秘感。这一副江湖剑客的酷帅打扮，不愧是在肖战同学了，啥造型搁身上都超级带感。除了造型让人惊艳外，咱肖战同学的表现力也是一等一的棒。这部正式开拍时，肖战眉头一紧，死死盯着镜头，再加上鼓风机的帮助，瞬间气场全开，肃杀之气扑面而来。这分分钟让人脑补出千字长文的镜头表现力。话说肖战同学，咱啥时候接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啊？粉丝们真的迫不及待的想要追星去了。